我去，哎呦，你干啥呢？像耗子似的。推着纸壳子跑啊，像老鼠似的。你给我拿出来，我待会儿还要摘呢。太不像话了！你这像耗子似的，这是往洞里倒呢。真是的，我一会儿要摘去。你这家伙。为啥有人说你像耗子？你这动作还真像耗子，顶着就跑。我去，你脑袋再小也装不进去吧？哦呦呦呦呦呦！你冒充钻山甲呢？顶到头了，我像脑袋大，是都不是了哈。我想你也转一下，不两个呢吗？一人转一个。那个里啥都没有，怎么不钻那个？偏得钻那个带树根的。偶像。哎呦，你是钻累了吧？去补充能量去了哈。贵妃躺，冒充杨玉环呢？多漂亮，偶像！谁说你不漂亮？谁说你像老爷爷？顶多是个中年大叔，对吧？其实你还是。青年才俊，反正有没有才不知道，长得还算挺俊的。好，不和你聊了，我得干活去了。